情况下，为什么会放企业三代在市府里面当实习生？因为也被预言其实是不是有要？没有没有，这个要先讲。我们台北市政府本来就有实习生制度了，有政治的制度，但是这个可能是偏激形式，我回去再查看。但当街上有跟现场的媒体发生一些冲突，那我们他就是因为年轻人就火气大。我们本来台北市政府就有实习生制度，有完整的，有照规则，有遴选程序，有什么？这个我要回去查看，就拿这样漏掉。